亚马一化器项目的话呢，应该说是这个是我们最近几年中俄经贸合作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项目，也是最大投资的项目。除了我们中国石油参与这个项目之外，我们中国的金融机构也参与了这个项目。将来 LNG 的运输，特别是向中国出口的 LNG 的运输，都要由我们中国的这个航运公司来承担。